好 ，OK， 好来，迄个吼，咱因为这个含这个职前训练吼，像恁较对啦，上这款课都爱吼，为初级班、高级班、法律点招、职务点招，了后职前训练，安尼乌白跳吼，我唔知恁头脑拢好到这款的程度。一下就去这个高级班吼，嘛读个真痛，因为头前讲的你无，你拢唔知影。那我想要给你看一个物件，真重要。迄、那个，你看那个我们公布的，网站内底迄个，我们那个官司从头到尾，啊，你把那个我们的网站里面的第二则新闻，给秀出来，第二则。我甲咱各位讲吼，虽然咱是高级班啊，有些代志你也了解。即马高中生伫遐哩反课纲，本来太阳花伫反迄个服贸，啊，你也感觉真奇怪，讲台湾民众奈不爱站出来？啊，就是这个，等下把它放大。你也感觉讲，希望台湾民众会不会站出来？你一定会感觉很奇怪。其实你感到很奇怪是对的啦。也嘛先看我，先卖看遐，等下我会给你看。当年就是去年嘛吼，太阳花出来的时阵，咱台湾民众差一丝仔咱就站出来。但你知影吼，台湾民众每一摆若要做什么代志，一定爱甲美国报告。那当时美国给我们懂，他说 No， 你们不能站出来。那时候我觉得很奇怪，他有说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你台湾民政府所讲的、所鼓吹的，就这个法律要合法。太阳花这些囡仔弄去立法院，甲占立法院，弄去行政院，甲占行政院，伊甲我问一句话，这个合法不合法？啊，所以我感觉讲吼，美国的国务院嘛有甲中华民国讲，所以你要看马英九才坚持，你们这个是不合法。实际上是美国的这个国务院已经有甲恁先讲过，他说如果你太阳花要去讲，你可以先采用罢免的手段。你人家罢免马英九啊，甲罢免这个也做立法院啊，还是罢免这个行政院啊？你为什么不罢免？第二个，伊讲你若用武力甲冲这个立法院，用武力甲冲这个也做行政院，伊讲若伫美国啦，甲你开枪啊，没有第二句啊，就甲你开枪，甲你拍死啊！你看敢有美国，敢有人去弄迄个也做白宫？无啊，无人敢啊！我弄看卖，你试看卖啊！你伫白宫啊，照你个伊个迄个草坡啊，都甲你拍死啊！所以吼，台湾人因为受中国人的统治，啊，中国人非常的无合理，中国人乌白做，啊，做台湾人学干吼，我都不满意，我都甲你冲啊！我啊，讲实在啦，冲了是要安怎？好，你甲冲去立法院啊，甲霸掉的啊，是当安怎？让你先去向行政院啦，毛志国让你抓到啦，啊是咩喏？毛志国让你怕死，阁换一个新的毛志国啊，啊不是？所以咱读法律爱用头脑去想看卖啊。所以这高中生伫反课纲，其实高中生讲的拢总对，是啊，甲咱讲拢完全共款。你想讲？中国国民党来占领台湾，接收台湾，伊即马甲你讲光复台湾，咱拢知影这唔对嘛。所以囡仔讲，哎，要改啊！你怎么可以写接收台湾呢、啊？你是哎，你听那些光复台湾不对啊！我来想想啊，咱台湾民众所讲的这些论述，这些囡仔读了袂歹，所有去讲遐代志，拢是咱台湾民政府上课的物件一模一样。但是咱袂当站出来的原因，就是
我们的实力还不到那个程度。什么时阵会到？今年的十月到十一月，美国人判决你台湾人的中华民国的国籍无效，台湾人的身份证无效。迄当阵，咱的力量就出来啊！迄当阵就定义啥？美军卡在咱的后壁，咱的手顶等于有原子弹同款。啊，那即马咱站出来，咱就变做肉点，伊会找机会甲你消灭。所以呢，我尤其迄个囡仔自杀的时阵，我看下也很难过啦。二十岁囡仔也要自杀，这是全世界吼，是真的是差不多绝无仅有了。啊！国民党这中国人都拢用这套的啊！啊，你也无法度。所以呢，我要甲咱所有的同心讲吼，爱忍耐的时阵爱忍耐。当十月、十一月美国判决的时阵，就是我们要站出来的时候。来，这吼，我是讲，给恁做参考，给恁的想法吼，你们要很聪明的想法。阿麦吼冲动，那不是现在十几个？当然，我看咱家我那少年啊，我哪有啦？不要冲动。我们可以一举消灭中华民国，但是不是讲介冲突啊？会找机会来找你的麻烦。咱未必甲拍好死，一摆就好死啊！唔通讲哦，拍无死，都起来，搁练起来，啊，搁甲你反抗，甲你抓关，啊，你继续。所以我跟你讲。革命的工会，所以咱有一个口号叫做啥？快乐法理革命。我们很快乐啊，对不对？咱唔免用暴力，我不希望你用暴力。我们很快乐的方法，会当从中华民国演到，等咱的实力到的时阵，法律判落去，迄支宝剑才来用。啊，即嘛较艰难嘞，虽然当前追当前啦。虽然遐囡仔，咱上济是伫暗中啦吼，甲送一寡食的物件啦，送一寡啉的物件啦，安就好啊。剩的呢，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因为我甲你讲，你唔通看咱这边啊，这派出所、这警察足紧张咱的呢。因逐工，尤其咱这最近吼，逐工目睭拢足大泪的呢。看你台湾民政委没有行动，我拢不爱插面。我行不行动，我心里有数。在咱的法律还没判以前，我们不要行动。我阿哥足好哩呢，伊迄派出所为了我们吼扩张，你去看，你若为遐经过，还有一个大坑派出所吼，今晚本来破破烂烂啦，哦，为着咱起四楼呢，伫这个所在都无人的所在起四楼的派出所呢。啊，听讲礼拜一要开幕啦。特别甲邀请讲叫我去含迄个郑文灿共同剪彩，我咧看到鬼，我去甲你剪彩，当然我就谢谢他啦，啊，因为我无遐大，我甲郑文灿，伊是代表中华民国的，所以呢，我甲伊是足熟悉，啊，以前伫个社会革诶迄小微运动的时阵常常在一起上电视节目。啊！就有一届伫迄个汪本湖伫高雄录影的时阵，我带好共我两个共一间，啊，带共一个饭店，所以郑文灿我也很熟。但是呢，这个礼拜因落成啊，我讲谢谢，我不去。啊，当然我袂甲讲啦，啊，你唔通讲，我反正我都不爱去就对啦，哈，我不爱互伊有任何的借口。我们在这里做这个法律的革命的工作，爱用头脑。哦、我常常觉得我们台湾人、哦、因为受国民党中国人错误的教育六十九年特别说那头脑很难转过来你有时候你跟外面的人说外面的人怎么给他吐槽呢、哦、说这是诈骗集团、啊哦啊啊、所以我说、啊、中华民国那么大是要怎么变你变不到他们说的有理你如果没有东西你不能变我们现在要变到就是靠这个谁人靠这個？1942年1月12日，中华民国行政命令将咱大日本帝国的国籍
把咱改变做中华民国国籍。迄张公文恁有看过吗？吼，我刚要甲恁复习。我看恁敢那无啥，迄、那个头拢袂晓点呢吼。我甲你复习一下，来，迄、那个你给他那个公文啊，1946年1月12号。那个行政命令的公文，因为咱这边拍关系就用迄个做主。1946年1月12日，1946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啊，然后1945年9月，10月25日，中华民国的蒋介石代替民军来接受日本军队的投降。投降无代表什么意义呢？投降不是讲这个土地咱给你呢，没有这样子啊。所以我们那个1月16号的那个公文啊，就是咱这摆在美国打官司的主要的这个证据之一。所以呢，我们要很清楚。所以我跟各位讲，我们一定会打赢官司的原因在这啦，因为这个证据你自己看就好啊。1946年，中华民国行政院出一个公文，伊这个公文讲啥？讲，原来是我国的国民，我国是啥？是中华民国。你想看嘛？你的老爸老母、阿公阿嬷，迄当阵是对一国，大日本帝国啊。咱当时有中华民国的国籍无啊？1912年，哈，1912年的时候，这块土地是上的日本天皇的呀。啊！1912年1月1号，中华民国才成立吧。啊，伊讲我国的国民，咱都毋是我国，就毋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啊！怎么那么久？还要重开？啊！所以呢，等一下恁看一个公文，你就会当足清楚。咱伫遮。你这个上课哈，拢唔是空嘴薄纸，咱拢讲的拢有证据，啊，而且美国也完全相信咱，所以咱台北官司打赢，是因为咱的证据真充分，和美国人无法度甲咱否认，啊，所以第一摆官司内底，咱打5点来7点，你来看哈。就把它放大，这个给它放大，这个。你那里看有啊无？看得到吗？看不到嘛吼。来，把它放较大看麦啊。我见呢，这个装饰这个公文，把它放大，就迄张公文，把它放大放大了。这张的电管，迄张啦。好来，啊，你那看有无？看无啦吼。那个把它放大没有办法吗？不，因为哈，咱电脑的操作是新手，所以咱来开车新的时阵，给大家小心驾驶，新手上路，咱基本就是新手上路，无啦你又无去啊。因为哈，这个我讲用你用左边上面的那张哈，点落去可能会才会出来了，好啦，不要紧啦，算了，你爱去问人安怎操作，吼、哦，爱小学嘞，来，我读给你听啦啊，查台湾人民哈、哦，原系我国国民，咱的老爸老母，咱的阿公阿嬷都唔是中华民国国民啊，对不是？你敢想看嘛？恁老爸老母敢是日本人啊，对不对？但是因为受着国民党的这个课本的教育，你就回去啊！你就是讲你是中国人，啊，就是用这张公文把咱骗的啊！已受敌人侵略，我问你，那当初敌人是啥？中国人啊！中国人是咱的敌人啊！咱是日本人呢，日本人这块土地。有日本甲你侵略，你甲你侵略你家己，你听有意思无？咱是大日本帝国呢，啊，咱甲你侵略咱家己，胡说八道啊！佮讲，
清朝甲日本的甲午战争，台湾嘛无参加。台湾是一个殖民地，是一个拓殖地啊！啊，你建书以后，敢那跋脚跋书，爱背人，啊，用什么去背？用台湾去背啊？那有够衰啊！啊，人也殖民地，殖民地那建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会独立啦。在那个时候啊，那依照联合国的自决条件，我们就可以独立。但是，那当中清朝将咱甲平湖甲挂吼日本天皇，挂日本天皇，所以我们得失去独立的条件了。啊，日本天皇嘛，条那真好呢。日本那当中哦，是世界上界强的一流的国家，所以呢，伊用万国公法，将台湾平湖变作以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变来变。就是在台湾这块土地实施宪法，实施宪法，和这块土地的人民和以日本本国的人民地位同款，会当做兵，会当做官，然后再来继续将这块土地，和恁台湾人有参政权、甲参战权，安尼变作日本天皇的土地，以致丧失国籍。我跟你讲，你有读初级班，有读一句话叫做啥？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对，是从1830年、1840年以后啊，你绝对无可能改变国籍。从占领、建书、建业拢同款，你未改变国籍。你的国籍是啥物？就是啥物。这是国际法的规定。伊讲丧失国籍，咱哪有丧失国籍？国际法无规定讲谁可以丧失国籍。要丧失国籍，每一个人有三个条件：第一，你要主观自愿；第二，要自愿家己愿意，就是自愿啊，个自己愿意啊，过来要合法，你才可以改变国籍。好比讲，你要去移民去美国，你要去移民美国，一定是你自愿的，对不对？你家己欢喜去的嘛。啊，个你的自愿想讲要变做美国的国籍，啊，个合法，就是美国一个规定。你要变成美国国籍，我给你规定，所以合乎这三个条件，你才能够变成美国国籍。所以要改变国籍不是那么简单啊。欸，我插一个话哈，你是几年级？高一啊。啊，你呢？高三啊。啊，那看下少年。好了，高一可以了，因为吼，你若无读过历史的吼。因为你想看嘛，高一呢吼，啊，今年年底咱也接种，啊，高一要去人做官，你看敢袂使？遐细汉啊，要人管大人，怪怪敢毋是？所以你们虽然很聪明来受训，家里叫你来的，对不对？对不对？是嘛吼？会使，但是吼，你大学毕业才要甲你任命啊！我先甲你讲吼，你读个大学，啊，无你初，一定想初一。把他派去国防部去管，敢袂使？袂使，嘛敢毋是吼？当然啦吼，咱以前受训的时候，美国无甲你规定讲几年。不过呢，老板咱有讲吼，你若初中是不行啦。啊，高中吼，你要读个大学，你先摕这个证书，但是要读大学，这样才互你做官。丧失国籍，我们就绝对不会丧失国籍。国籍丧失，这是废话，而且是谎言。知国土崇光，啊，台湾建书是变啊国土崇光，所以现在囡仔伫拼会拼啥？台湾你中华民国的课本，迄王小波统一促进党的副主席，啊，迄种的人无读历史的人来你编迄个课本，足含的啦，真正足含。哇，这中华民国拢是安尼啦。过去咱台湾人是怣怣呢，台湾人是讲伊若讲啥，你就讲啥呢。但即嘛吼。民政府已经起来了，按照战争法已经起来了，无遐简单，互你骗。这无呢，我们台湾民政府一直伫广告，一直讲这论述。啊，台湾人拄啊看到咱这个论述哦，咱讲良心话啦，台湾人看到头壳戆戆啦，拄啊开始也甲咱骂啦。啊，敢有影？啊，敢是？啊，中华民国用你去那边个变？
啊，即嘛都社会好好，你乃何必着革命？我讲吼，这个是很好玩的事情。伊不要去想讲，谁人今日台湾的领导者拢是中国人，就是外省人啊。你讲你认认啊，看卖啊。马英九下骹的部长，上无70%拢是中国人。你台湾人较戆哟，你台湾人不要读册哦，不要读册是因，不是咱。啊，是安那咱，台湾拢遮尔好，啊，都爱予伊通知，爱都甲你通知到乌落无济。尤其是这个缴税金嘛，去做兵，这拢唔对诶。不，打打是卖急。但你的手中有武器，我这个武器唔是刀枪呢，就是有法力。在你的手头的时阵，我们才一举将中华民国消灭。伊若无要离开台湾，我们就只好消灭他。所以你唔能听了消灭人就紧张呢。我未叫你去个提刀去枪去个兵掉，不会法力。其原有我国国籍之人。台湾人无人有中华民国国籍，没有一个都没有。日本时代，中国国民党的这个中华民国都还没成立嘞，你哪有伊的国籍？所以当时这张公文出来，台湾人戆戆拢袂晓看呢。啊，即马较巧啊，会晓看。所以这张公文就是假啊，搞你骗到底啊！自1934年就中华民国34年啦。1945年10月25日，迄天伊甲你讲光复，唔是光复，迄天是占领。开始呢，一律恢复我国国籍。当时这张公文的时阵啊，美国甲英国3次出来抗议。蒋介石派代表去日本，去找啥？麦克阿瑟，改解释讲啥？这个国籍要甲改变。伊讲我为了管理方便，啊，以管理方便，伊讲讲啥？伊讲开罗宣言，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这两种叫宣言。宣言就是 declaration， 就是一种的主张。战争的时阵的主张，战争的主张未当做条约。敢若别说你买厝，你甲人用嘴讲的有准绳无？无绳，一定爱安怎？客户爱拍落，因爱等落，钱爱交爱交挂，对不对？你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无啊，无等因啊。啊，个开罗宣言真简单的代志啊，就是美国、英国、甲中华民国伫开罗所讲的啊，就是讲啥？啊，战争结束以后啊，我台湾要交予你中华民国，啊，看到鬼。迄当阵台湾上诶，日本天皇诶，敢若秘书讲，我甲你讲，来来来，杨建，阿妈来赢，明仔载迄个总统府互你，你看有效无？无效，你即知影无效嘛？啊，赶快因上诶，杨建讲哦，台湾要互中华民国，佮有效嘛是无效啊？是安怎？迄毋是合约啊？啊，过来，台湾嘛毋是美国诶，嘛毋是英国诶啊？啊，伊有啥物权利讲？战争以后，我要搞中华民国，所以你敢那想这，你就做清楚的。迄开罗宣言、甲波茨坦宣言啦，迄拢无效啦，拢来啥？爱有条约，条约啥？旧金山和平条约。啊，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也无讲台湾偏哦，要搞你中华民国啊，啊，所以这张就假。所以咱就要告中华民国，甲告美国。昨我接到美国的答辩书啊，写47页。啊，美国吼，他们讲伊也知影讲会输啦。啊，即马美国拢安那，最近拢送个中华民国。你讲吼，什么时候改变了国籍，我不知道。啊、你看到鬼？美国人唔知那个国籍改变吗？美国人怎么足清楚啊？是不是即马美国开始有人在讲掠啥？中华民国护照是假的。啊，你想要美国甲承认？你想要美国接受中华民国的这个护照？啊，在台湾人提中华民国，所以台湾人持用中华民国护照是假的，是违法的。照道理来讲，你要入美国，美国爱抓关啊。即马开始有人伫甲压，等候较紧来咧，搁等几个月，予咱即个官司赢了后，
再跟中华民国好好的算账。伊若要好好离开台湾，可以啦。但是要离开台湾哦，钱爱留来，迄钱拢甲恁摕，敢毋是？你拢无出钱，对不对？你顶下戆哈，你若无出钱，迄税金就是钱啊，对不对？迄税金拢是钱呢。伊要买武器，你都要去纳钱。伊买迄个无良个阿帕奇600亿，嘛是你出的呢。600亿呢，买30架，有一半即卖还搁咧赔，讲听讲还袂赔到位，赔袂到啦。啊，赔的时阵头一个月就落伫迄个龙潭就直接就落落啊。落个也无讲啥，20亿尔。啊，迄个贵妇团去甲翕相，哦，报道足大片个，讲迄个仪表板是军事机密啊，袂当公布啊。啊！你紧张的时阵，美国才出面讲吼，交予台湾的迄30架的阿帕奇的仪表板是特别做的，那是玩具，开600亿买玩具。所以有人想想啊，台湾人那才戆啊！啊，台湾人实在戆到吼，未白相。这句话你捌听过无？戆到未白相，真正台湾人未白相，开钱阁叫是保护国家。你是保护什么国家？你伫保护什么国家？你保护中华民国呢？啊，中华民国是中国，敢毋是？啊，你台湾是台湾，你甲中华民国什么关系？所以我爱甲咱所有的同心讲啊，你来遮受的教育，就是啥？你要得到法理真相。我嘛爱甲咱各位讲，恁上课的以外。您爱去看一本《新台湾论》，你除了这一家以外，你无机会接受到这个法律的物件。我不是你鼓励你买册啦，但那本册我讲真正是对你的观念有100%的纠正。好，请光复节的说明，啊，请咱去纳税金，啊，咱。这个美国每一摆若战争结束，伊拢共占一块土地，你拢唔知啊？美国甲西班牙战争，西班牙挂四块土地予伊：波多黎各、关岛、古巴甲菲律宾。古巴1902年就独立了，伫1898年开始战争，1899年挂古巴予美国，结果两年，超过3年。伊就独立吧，但是伊独立的时阵哦，真紧就去予卡斯楚甲政变，变成共产国家。啊，美国是气甲要害，啊，小小的古巴，美国派军队甲进攻3-4摆拢无成，啊，内底要甲政变嘛未成，卡斯楚足厉害，我无爱骗。所以你有当你看到报纸报咧，写迄个卡斯楚拢伊个歹话，中华民国拢一定伊个歹话，那卡斯楚很厉害，伊对咱人民足好诶。伊是国家较无钱，因为共产国家嘛较无钱，但是伊对人民哦很好，伊拢采用啥公平的手段。未讲有人足有钱的，像咱即摆夭寿哦，迄有钱的拢是中国人，啊无钱的拼甲做甲要死，拼甲要害，拢是台湾人。台湾人愈来则愈散，你想要拍拼嘛，没有地方可以拍拼，你敢趁有钱？你甲想看卖啊？你无定感觉讲哦，有啦，我即摆敢若一个月有加赚5000块啦，但是物价起也不止5000啊，啊变成愈来愈散。啊，土地遐个好个土地啊呐，直直买，厝直直买，你无可奈何，这是啊政策的关系嘛。在那边烦恼，台湾民众的这种，我们会采用叫做民生的，迄个叫做社会主义。什么叫民生社会主义？你不能叫是共产党啊，不是哦。有两大事情我们会给它改变。第一，土地拢国家的，处理的，但土地国家就无爱好厝乌白起啦。你即款厝给你起价，后一迄个台北市的豪宅啊，一栋啊，一平上悬的起到来的800万，一平哦，一间别墅的。咱若要买吼，含迄个一平的平数，咱就买不起。
这熟悉的呀、啊，啊，即马最近听讲有降啊，降一声。好啦，八百万无变六百万啦，叫你困便所你卖无？咱每队赚六百万，啊，但台北市到处都是呢，迄种豪宅，啊，咱呢？最近我嘛听讲，这个桃园嘛不得了呢，桃园嘛安尼，桃园啦、南口啊，一平嘛是起价四五十万呢。咱是变啊，咱公务员一个月拿两万二，是买什么厝啦？啊，你税厝哎，所以我们台湾民众的执政，十八岁以上的囡啊，你老爸老母哪无两间厝的？咱台湾民政府分配给你一间，处理的土地的。政府的，啊，未影响你嘛，但是厝的厝价呐拢落来，所以要炒地皮，我给你保证也踢到大铁棒。这是台湾民政府的迄个措施啊，这高级班都爱甲恁讲起来。过来，台湾民政府有两个在刑法上面会改变的，就是以后我们没有监狱，啊，等你们怀疑讲无监狱啦，安尼你人犯罪错了。我们是采用鞭刑，含迄个死刑。鞭刑就是讲，甲你判你的鞭刑，判你假设讲判一摆，你每一个月爱来派出所还是警察局判五个，超过五个就死啊。你捌看过鞭刑无？慢慢吼，我互你看一下迄个鞭刑的图，好无？来，鞭刑，你也看迄个鞭刑吼。无啦，这这紧啦！迄、那个屁股还没有打之前呢，爱好大家看啊！我来，安尼拍成块足水啊吼，白出出，啊个拍来看嘛！我来，我跟你讲吼，这条爱多一个月，爱拍嘞，每当安尼困，爱拍嘞，拍一个月，啊拍一个月好以后呐，过来，你啊破一摆，你就超泥巴拢伫拍。你卡通片爱听你吧？啊，你不过犯罪不？你别不？我跟你讲，鞭刑呢开始实施哈、哦，犯罪率哈上无降到剩10%。你看有影无影？啊，死刑真简单啊！即摆有人讲人权呐、啊，袂当死刑呐、啊，有无？真简单啊！咱来做法，死刑就轻彩。啊，你哪滴反对的哈？我叫你来，我这个死刑犯交予你，你提等于吃啊！你要起一间厝，把他关在里底，啊！你逐工爱互伊食，爱互困，啊！伊若寒天就来洗烧水，啊！看你卖无？他有人遐戆的哈、啊？死刑就是他所做的事情应该怎么样得到啥？迄咪叫做报复啦？迄得到啥？惩罚嘛是对啦，报应啦。啊、你敢怕死？啊，你唔免提命来赔吗？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以后的刑法改成鞭刑跟死刑。啊，我唔相信讲吼、哦，社会上一寡较硬的、较调皮的，未改，无你试看卖啊！我们一执政的第一天开始啥？扫黑，所谓恶毒弄成个扫扫掉，再来讲。你若无偷咯，政府给你偷咯。你唔去假偷咯，你要做迄个恶毒要创啥？干唔是？所以呢，这个也做台湾民政府哈、哦，实际上是主张咱1945年到今日最近呢，也即九年，咱发展这个渐渐化以后哈，我们开始起来。啊，美国嘛，给咱支持，但是美国给咱讲，你台湾人本来受60年的国民党的教育，他可能登未过来，一直就是讲你是中国人。所以咱你告美国的时阵吼，美国拄啊开始的反应嘛迟钝呢。你讲啊，你台湾人已经知影你是台湾人啊，唔是中国人。所以美国前，咱甲告美国的时阵。才开始派很多单位跟我们联络，但是伊话甲咱讲一句话啦，慢慢来，不能着急。
你无将台湾人的头脑，互因完全正确以前，你若伤急，你会贬准。因为咱台湾民政府是咱台湾人最后的一线生机，这一线生机如果贬准，安尼台湾后摆都无台湾人啊。所以呢，每一步，咱台湾民政府拢非常的小心。所以我今日上课上到这，明仔再继续，多谢。